我是蜜獾，今天我们挑战只用炮楼的物资吃鸡啊，上古失败项目之一啊。饮料以保不耐，然后画面就卡起来了。不愧是复古挑战，连上古时代的吊针啊一起复制了呢。不愧是我，只见物理增加难度。这把素材啊也是相当有节目效果，尤其是决赛圈。更糟的是啊，直播打这期视频的时候啊，舌头还伤了，一抬就痛啊，直播时直接变大舌头。然后我就发现，你的嘴瘾，不要把舌头抬起来，你说话就会变成台湾腔。你故意干什么你？可是你俩这卧龙凤雏，爬的还挺快啊，没压到。我们就强了他啊，为什么用拳啊？四个字母，懂的都懂。你要是不懂啊，那也没有必要懂了，科院里啊，老实待着就好了。啊，这还有个挂机的，你们三个一对，这是不愧能当队友啊，能当队友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他们队最后一个，没想到我对他的日抛队友啊，还挺有情谊的，就在对面楼顶，把他骗过来后，我们回去开车走啊。哎，爷跑了，爷溜了。在，哎呀，我怎么卡住了？这也能卡住？还好我腿长啊，被我给跑掉了。一把喷子，直接往回去枪给他干了啊！让他们一队人团圆。楼上一把 M4，我们稳一手啊，先等找个头甲，再回来帮他物理超度一下。我们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这炮楼物资神奇，确实，这个炮楼给的挺多的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别！哎呦哎呦，好恐怖！这就是街舞。楼下一个鸭嘴枪口，楼上一个快扩，一把 PG2，日子真是难过，没有几个物资。哎，完了，哇，血亏，打一队人没有一个牙痛牙掉血多。这边炮楼，楼下空，楼上一把野牛，还算你有点良心啊。后面啊，我们就快速过一下，一个没有什么用的一只包，一把火，一根物理学圣剑，又想一个快扩，一个傻瓜蛋，一包木乃伊快乐袋。去安慕城这边的路上，一楼一把药品，楼上一盒电磁五和一把 VSS。到最后都是裸奔状态，而下个圈啊，刷了一个十分标准的过桥圈啊，桥头收费站的人也是早早上了班，很显然我交不起，惹不起啊，真的还得漏水船偷渡过去了。就这样小心翼翼小心翼翼，最终就在圈刷在了军事基地对面的山上，叫他们打架，架势把六上了山，来撤。血亏一波子弹，而且坏消息是，居然还刷到了对面山头的队群了。现在就要多看看党武仔们给不给赢了。刚刚没打死他都是战术啊，懂得都懂。这个 L 马可能就是刚刚的吉利服啊。然后我听到 L 马响枪后啊，出现了 M4 的淘汰播报。我以为啊是党武仔撂蹶子了，直接就是一波怒火攻心啊，冲上去想要讨要个说法。跳的是真高。我们一波极限撞出的头发转头啊打到这边的反斜上，如果他们住的话应该都是干拉状态。可惜啊，这个没打掉， M4 已经没子弹了。这支队啊貌似啊也只有三头，丢把火放下树后，接着一声 AR 马上枪响，我直接被 K 一个头，又一声枪响，再 K 一个。这打工仔不仅没有死啊，还有事主呢。我们先回到把车开过来，现在是完全没有投掷物的，一会儿全完一刷走还能用到。前面跑车的位置跟枪车位置大致吻合，然后全就真刷走了。用标记功能打开看了下，这个位置随全面啊，位置是低点，很不妙啊。我要是先过去啊，只能助挡掩体，对方风小炎两颗雷我就没了。近战又没头没甲，他铁三级套啊，我也是够了个呛。这个时候啊，就先把最后的止痛药打上了，全还有十几秒刷了，我们也该开车进了。哎，我车呢？哎，我车哪去了？好家伙，溜下去了，背刺我！哇，爆了一个轮，完全开不动啊！完蛋，圈已经开始刷了。你们猜我这波还能进去吗？啊，玩的就是极限。他封烟了，应该是已经往下走了，估计啊也猜不到我绕了个远路还在上面。那我们也借助他还没有散的烟下。运气比较好啊，没有第一时间被他发现攻击。我已经看到他了，但好像也没有完全看到，这个角度不太好命中啊。对。
单，他现在位置不在圈内，应该是想往下面的树跑，刚好抓住这个空档。而最后在我们的抢救下，小伙子也是获得了婴儿般的睡眠，大剑良绝，成功下班。还有啥好玩的挑战，大家还可以发在评论区啊。那我是明欢，我们